黄河高丽，青牛君寄望奉献。地上一片焦土，王早就死了。不愧是青牛君，前景就这么状况。不过在地牢中，我也意外救出一名废人。谁？既然是废人，奉献就是，问也不用问。我帮了伊，救活了两个兄弟，挑起你。这家辛苦你，如果唔肯，那就杀了他。俺四人联手，胜算更大。那就跟最下决定，配合该杀者，杀掉王孙，胜算更大。这家辛苦伊莫王子，问一个依靠最什么？秦六军，你用伊地无坚强，何不提出一个意见？